你怎么了？你摔倒了？是呀。受伤了吗？是呀。哪里受伤了？这个手受伤了。哦，摔倒了是不是？是呀。那让我们今天去干什么？姐姐。姐姐干什么？姐姐生日快乐。对，姐姐生日 party 是不是？给，你拿着给姐姐的生日礼物。我不抬动。你抬不动。你说你抬不动，不是不抬动。你说我抬不动。是我抬动。你能抬动吗？是呀。啊，重吗？不重。不重，好，那你拿着吧。那让你多大了？2岁。2岁。对，你马上要3岁了，很快你的生日 party 也快来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Chloe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I make a wish and blow out the candle. Yay!就 Nara 一个人站到了最后，就他一个人站到了最后，小朋友们都撤了。哎，走吧，对，拿了两个气球。Nara 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包包。好不好看？还有我的我的推着玩具啊。啊，你里面还有玩具？这个。啊。怎么玩的？这样推着，这样玩的。啊，好好玩。哇，你看那个，啊，你看墙上，你的那个包包反光，反的墙上都是。嗯，走吧。这样就照了，你看，在这儿。你看，你看，老师，你看，老师，啊，你看墙上，蓝色墙上。哇，这是你包包的影子，看，包上面闪蓝光的，好看吗？嗯。走吧。妈妈。妈妈。跳。下面有人在吃饭，是不是？是呀，太好玩了。这边打折了，看给你看，有东西，有东西，有那些声音。哇，好好看呀！哎，粉色战士，你要看看吗？要试一下吗？来吧。哎，好好看呀！啊，给爸爸看看。哎呀，好漂亮啊！哎，有镜子吗？镜子。啊好看吗？好看。喜欢吗？喜欢的。喜欢，那走吧，买了。Nara, come out. Yes. Looks really good. Yeah, open the shop there. 哎呀，这么大，这么大好看是不是？嗯。I can't see it. 米娅就只能买童装。9到10岁的还好，主要是你穿的正好。这9到10岁的，哎，袖子还短，看见没？嗯。怎么回事？那你10到11到12岁就行了。怎么回事呀？这是童装，妈妈穿刚好。
快给爸爸看看。这个。哎，好萌啊！走吧。儿子要这么戴的。对他喜欢这么戴啊。我也没这么戴过帽子，好像。嗯，我也没怎么，我不戴帽子的。我戴过，但少。不知道跟谁学的。娜然，你跟谁学的这么戴帽子？娜然，你在看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饼。啊，你要吃这个？是呀。这个是卖饼撑的，不是饼，里面没有饼。是饼干的。那你说这个也是卖这个的？这个是卖这个的，没有这个。我要吃这个。我要吃这个。好，给你吧。嗯，这是什么？给你吧，你吃吧。这个不是吃的。不是吃的，这不是吃的，肥皮的，不能吃。还要坐电梯。可喜欢坐电梯了。坐最后一趟了哈。好。哇，太好玩了。太好玩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走。Yes。走，去吃个饭。走，吃饭了，好来吧。走，我们去吃饭吧。这边还弄啊？这边。我吃哪个的？你想吃哪个都行。拿伞了，宝贝儿。看房子。你要吃哪个的？你要吃哪个呀？他说他要吃小炒饭，但是可以米饭的。你要吃小炒饭，不加菜。要米饭的。吃这个可以吗？好，我要加菜的。要加饭好吗？加饭。这不加饭吗？那我要那个羊肉烩面，小份的。一样，行，可以啊。哈哈哈！哈哈。好了，爸爸给你加点面。哇，好棒的！给你拿叉叉吧。面面，这个，叉叉给，我还要汤汤，加点汤，你好多汤汤，好的，带着吧，别动了，动手我帮你带好，慢一点啊，烫，你的叉叉给，面面的，妈妈。你好，那个豚骨鸡腿肉给我来五块吧。嗯，好的。一边哼着儿歌，一边溜大街。哎呀，还跳上了。
走了，当然。那儿在吃什么？巧克力的饼干。好不好吃呀？好吃。好棒啊！啊啊！这现在都长大之后越来越搞笑了，就是会说的话越来越多。你在馋大家吗？你在馋大家吗？你给大家尝一尝吧。你给大家尝一尝。你这样给大家尝一尝。给大家尝一尝。哎呀。我真的特别感慨，就看了之前那特别小的视频，就是 baby 的时候，真的还感觉就在昨天，但是一转眼已经这么大，真的再次感受到了记录生活的意义以及震撼吧。就是虽然说每期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是很多，但是积累起来就是感觉还是很震撼的，还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。OK， 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依然在记录生活，也在努力的生活。OK， 我们也要积极乐观的能量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